41岁的蔡健雅，每段感情几乎都有主题曲。1999年，她推出首张专辑《呼吸》，就曾经公开奥地利男友 Lupo， 还在记者会上公开垃圾。2003年，她改吃中餐，和制作人黄玉仁相恋，还帮他写了畅销曲《无底洞》。没想到恋情才曝光一年就拜拜。不过功夫再厉害，也抵不过外国腔呀。蔡健雅之后选择的男友明显都是老外。2012年，本刊直击她与葛莱美奖录音师男友高调在大街上拥吻，可惜交往一年左右又退了。最近蔡健雅才在脸书贴上刺青照，写下隔了20多年再次，还说将来做甜点时围裙里面都不穿，打算色诱另一半。这次本刊直击她和杨帅哥偷来暗去走后门，看来似乎不单纯哦。